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是一位国宝级的人，对，因为他是超级国宝，他是我们导生，然后比较严肃一点的，大家冷静严肃，超级国宝。这学期二十，说说他的来头好了。他就是他现在七年级的大七学长期哦，学长栽培他一年，然后他可是从奇美医院，台南奇美医院奔回，手刀奔回中山医院，手刀奔回，对，开车哎，坐手刀。据说呢，他还是一位肌肉猛男，不愧是可以手刀奔回来的。对，那他还是我学长，不要被自肥啊，学长跟你没关系。那我们欢迎由李威君学长所带来的害怕。是我